进去吃多少颗茶叶蛋？吃两颗啊。桌上的不要吃了，没有茶。然后又喝乳酪多。蛋蛋拿好。哎呀，你蛋黄自己吃掉了。没有啊。他过来嘞。哎，对，我眼睛闭上吃。他小时候吃，他下不去。他觉得，他觉得蛋黄太甜。我应该是这样子。妈妈，三个。有一点咸。妈妈去买。要椅子上没关系了。没有，刚掉地上，我要捡起来放在这里。哦。我心意。心意专心吃啊！他后来，他后来说他有做，他们电视台，我说阿爸，我们来看什么？我还不要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我不要吃了。Yeah.